跟朋友约来。今天跟老公来这家咖啡店，大家，刚刚收到了两个来自 Aritzia 的快递，所以跟大家快速的做一个拆箱。为什么又在 Aritzia 上面买东西呢？是因为之前买了一条裙子，然后不是很满意，所以我退货了。那他们退货呢，不是直接给的现金，是退在一个 gift card 上面，所以等于说要让你继续消费。OK， 那首先第一件呢是这个橙色的一个无袖上衣。我非常喜欢它这个颜色，它这个颜色就是那种橙色系的，但它橙呢又不是橙的很炸眼，就比较适合夏天，我觉得。还有呢，就是我非常喜欢垫肩的衣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觉得上身稍微大一些，然后下面穿一个这种高腰的牛仔短裙，就非常的好看。那第二件衣服呢，是这件黑色的针织上衣，无袖的这种吊带，我非常喜欢穿这种衣服，因为上面穿这个吊带，然后下面就可以配这种白色啊，或者是高腰的这种阔腿裤，就非常的好看。我觉得这个我是看到模特上身图，我觉得这个黑色的针织挺有质感的，就大家看得到这个面料嘛，就是弹性也不错，应该不是那种在洗衣机里洗几次就会起球的这种面料吧？我希望它不是。这是两条裤子，首先呢是这个TNA 他们家的这个瑜伽裤，然后它是有点那种雾霾蓝偏灰蓝色吧，面料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弹力也蛮大的，瑜伽裤多一条也不嫌多。接下来呢也是一条这种灰色的长裤，就是最近来到美国之后就非常喜欢的这种 BM 风，就是上面那种 crop top， 然后下面穿一个这种大大的这种运动裤，就比较偏欧美一点。但是哦，这个材质的话稍微厚了一点，它里面是加绒的，但我觉得这个的话反正在这边也可以穿，应该回上海稍微秋季或者冬季也可以穿。那以上就是我这次在 Aritzia 买的四件衣服的开箱，拜拜。我现在在 Puppy Box 的门口，因为今天呢跟几个朋友约了去海边玩，然后打算买点这种外卖啊什么的，就直接打包在海边吃。Hello， 我先跟朋友来到阿拉莫安娜的海滩。
现在跟朋友约来吃点心，可能早到了，先去看看要不要排队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是晚上的10:40吧。我跟我老公睡不着，然后现在打算去 Donkey Hotel 超市逛一圈，因为那家是24小时的。看看能不能淘点啥饮料、零食之类的。Go go！ 晚上的 Donkey Hotel 都没什么人，不像白天人超多。然后他们这家是24小时的，还挺方便的。买饮料的，其实嘴巴太渴了，然后家里饮料都喝完了。这里品种太多了，我应该是我想买这个茶。我老公看到了这个，现在超级便宜。让他一直就 no way no way。Kimchi 炒饭 ，Bulgogi 炒饭。